然后问，同级失电子为正极，这句话错哪里？这非常简单，失去电，我刚才在嘴巴上已经念过了，它失去电子，因为它活性大，失电子。三四二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起来吧。来，应该是负极吧？负极，请坐。失电子的负电流出，它应该叫做负极。它有失电，它应该是负极。请问你，于是你就晓得正极半反应。你就晓得正极半反应，同是负极，银是正极，所以正极半反应。霹雳五号，你呀，哪一题？正极半没有哪一题，是我这边问的。正极半反应，银是正极半反应。念给我听，银是正，比照锌铜电池的铜是正极的反应差不多。对，你念错了，跟你讲说银是正极嘛，所以是。刚才是锌铜电池铜是正极，是 Cu 二正加二一负嘛，这里是银，所以银是 Ag 正，所以加一负嘛。负极半反应，负极半反应。刚才告诉你铜是负极嘛，比照嘛，刚才锌是负极，什么反应？二喽。哇，这个抽到我了。啊，张伟。OK， 我看一下，等一下，再问我一次题目，看一下原文。负极半反应，铜银电池负极半反应，铜是负极。继续，请坐。Cu 二正加二一负，所以全满意。所以全满意。这里要注意一件事情，电池要一样多。有人失去两个，就有人得到两个。得到一个就失去一个，电池要一样多，所以全满意。十四。赶快啦，天黑了啦。重念一次，你念你，二 A 就是加什么？加 C 二负。哦，我俩不量高坏了。请坐，你讲错了。刚刚讲过，你本来写的是 A G 正，但是问题是它只有一个电子，同有两个电子，需要两倍，需要二 A G 正，表示。失去一个铜，得到两个银。银的原子量大概108，铜的原子量大概65、64。那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下一件事情。还有钱吗？他说两个一样都是错的，那是怎样？谁多谁少？我已经告诉你了，铜的原子量大概64、65，银的原子量108，所以这两个关系怎样？所以这两个关系怎么样？应该要找一个帅哥男，对不对？对，帅哥男，三四。为什么要叫他？三四超过了，奇怪，你两只签了。错了，这一只签了。等下，你再来不及。三五。真的是我哎，真的假的？三五。你有两只签过？他有两只签。啊？我有两只签。五。四。三。银减少的，银减少的质量比较多。增加，增加，增加。银增加的质量比较多。对。你说。
你长两个营才丢一个铜，一个营就比铜多了，还你还两个营，所以营的增加质量比铜钱的质量还要大，这就是我们让你练习的部分。OK， 有人有问题吗？没。